看看新闻网。而拿了英雄奖的男主角廖凡，那么此前在国际上属于是毫无知名度。嗯、那在国内呢，恐怕很多观众也是认识这张脸，但是恐怕是叫不出名字的。是啊。那么其实呢，廖凡在娱乐圈也是摸爬滚打了多年，演出过很多高票房的电影，比如说《让子弹飞》《集结号》《非诚勿扰二》《十二生肖》等等。虽然是比较出彩，却一直是万年配角。那此次终于登上了柏林影帝的宝座。嗯。